养生大师的集体讯息，敬请关注，更多东西即将到来。你们好，我们是赛莫斯，我们很高兴与你们所有人联系。我们在这里把我们所知道的传授给你们，指导你们，并与你们分享我们的想法，关于你们如何更好地过着一种与源头、与合一、与你们真实的自己保持一致的生活。我们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来开始这场教学，关于你们在哪里，你们为什么在那里。正在接收这则传讯的人将被归类为觉醒了的人，你们在一个你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格格不入的星球上、维度上。你们可能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，我为什么在这里？事实是你们是去地球上帮忙的，你们在那里是为了给集体意识带来更高的意识。当你们做你们自己的时候，你们会做得最好。因此，即使我们中有一些在地球上度过了生生世世的扬升大师，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应该和我们中的任何人一样。你们应该做你们自己，而不是去效仿其他任何人。通过做你们自己，你们为集体提供了一种能量，你们也帮助他人在肉体凡胎中感到更自在。记住，除非是对你们自己和其他人有好处，否则你们永远不会出现在某个地方。因此，那些只想回家或离开肉身的人，需要首先接受自己所在的位置和时间。这是你们到达你们想要到达的地方的唯一途径。通过做你们自己，你们将帮助更多的人与你们一起进入第五维度层面的存在。当我们说，如果你们现在就切换到第五维度，你们会觉得自己抛弃了数十亿人，你们不想有那种感觉，请相信我们所说的。因此，放松地待在你们现在所处的位置，并感到满足。记住，你们每时每刻都在接收有关各种行动的灵感和冲动。你们在那里是为了在地球上创造天堂，你们在那里是为了锚定那些你们如此渴望身处其中的银河能量。当你们想改变自己的实相中的任何事物时，第一步总是接受现实。你们也要记住，你们已经是大师了，你们目前在那里正在掌握的是如何在那里以及如何做你们自己。你们不需要在任何时候向任何人证明任何事，尤其不用向我们证明什么，我们总是用不加评判的眼光看待你们。我们也希望你们认识到，通过待在你们的身体里，通过根植于大地，你们就有机会感受到更多的狂喜，更多的幸福，更多的喜悦，更多的爱，和更多的兴奋。因此，放松地待在你们的身体里，脚踏实地，活在当下，尽你们所能的以心为中心，并且知道，指引和机会会随之而来。我们所说的不只是来自我们，或来自其他通灵实体和集体。我们指的是你们自己的直接沟通，它以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，来自你们的指导灵，来自你们的高我，以及来自你们所有的帮手。请继续保持关注，因为还有更多的东西正在到来。这次就说到这里吧。我们是赛莫斯，我们是扬升大师的集体。